观众，好消息来了！当你拥有这条线的时候，代表你的相机、电脑都 OK 了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们的需求常常会遇到一个东西，叫做手机录音。手机录音的时候呢，要记得看一下手机录音，教大家，当你的外接麦克风没有出现的时候呢，透过这样的转接方式，转接头在这边，这是波雅的，比较便宜，耳麦进来，耳麦进来之后呢，我们打勾，打勾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跳了。好，这是手机辨认单眼的一个软体，叫做 ProMovie。用了这个软体，你就可以测出你现在的一个使用状态。好，那声音的品质我们听一下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ボスです。はじめまして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再来是领夹麦，用领夹麦产生的效果，我们来听听看领夹麦。这个 LAC 150呢，很牛，很凶悍。那么两组的声音呢，干净无比，几乎人见人爱啊啊！这个人见人喜欢，佛见佛欢心啊，这么厉害的麦克风。好，这个开静音，这个是直接吼、哦、全向，没有用领夹麦直接收音的结果。Luck 其中一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手机收音很 OK 的哟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搞定，那现在就。